今夜，我和江叔二人即将变身城市猎人，探索这座被玻璃罩包围的无人城。这个城市中没有活人呢，到处都是机器小矮子。对呀，那要不然咱俩还是白天去吧，晚上吧，那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危险，你说呢？我都行啊，那听你的，先试一下。Later， 雨豆，你准备好了吧？跟着我的脚步。哎，我来了，出发。我咋掉下去了？看着没，这个是咱俩的区别啊。狡猾，狡猾呀。哎，这走这两步路，你看你这屁股扭的。谁扭屁股了？你呀、啊、你不懂，这叫性感。胶带就剩俩了，再补一个也补不上了，别往前走。哎呀，烫脚了。你这也不行啊，走道还能就一整掉下去了，这跟我在一块多少有点掉链子。豆姐，我那不是光看你来着吗？你也没瞅脚下。哎呀，豆姐真是天天瞅我，完了总也瞅不够，这可怎么整呢？都怪我太有魅力了，害得豆姐三心二意。好家伙，原来三心二意是这么用的。哇，终于上来了。走啊，咱们进二号楼看看。二号楼就是了，我有点 low 啊。这房间咋啥也没有啊？哎，这个窗户能出去？能出去啊，应该是好地方啊。那咱俩去看看能通到哪儿。哎，那块儿有一个滑索，是不是能过去啊？我先去看看啊，你先别过来。啊，能过去啊，你下来吧。这儿呀、啊，这也不能有滑索呀，是不是得走这边啊？那有点危险，你行不行啊？要不我先走。我试试啊。我的天哪，多少我有点恐高了呀，我也有点恐高啊，我腿有点软了呢。我也是腿肚有点钻筋呢。不行了，前面这走不过去了。好像是对面边上这个楼，边上这个楼应该是能上。从这边能过去吗？是不是上不去？哎呦，你又掉下去了。吓死了呀！雨豆，咱俩还得去地下呀，咱俩还插漏电地方还没有补呢，现在有胶带了，正好补上。哎，那走吧，里边还有香蕉啊、草莓啥的没摘呢。种子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我把树叶砍。啊，这块还有个电梯呢，能直接上去。走上去看看。哎呀，这房间大呀，还有气球呢，这有点奢华呀。哎，这有只大耗子，估计是这儿的主人嘛，我把它干死啊。现在这地儿是我的了。现在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了呀。这有个密码锁，看着这个，我记得这密码、啊、好像是要找下面的几个店铺啥的，还记得不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几个数字啊，跟楼下的汉堡店啊，这个理发店啥的有关系啊。但我光想起来是啥店了，对应的数字一个没想起来。我也没记住啊，只能再找一遍了。这块有一个理发店，对应的应该是剪刀吧？应该是一吧？不是四吗？哎呀，这机器人打我，这小矮矬子，看我不砍死你！完了，我让你打死了，江叔。江叔为啥笑得这么开心？真不容易啊，找了一晚上密码，终于找全了啊！我输入密码，你在那边看着点啊，一会儿东西掉下来。哎呀，咋的了？快，这是那个飞碟啊，掉下来了，咱俩得划船过去。啊，这是飞碟吗？我咋记得是飞船呢？其实这是帕拉摩巴拉巴拉巴拉星球的飞船，里面有老多东西了，雨豆。那到底是飞船还是飞碟？不对，我怎么感觉是你随便瞎编的？